针对学术的基本概念、基本准则。大学自治参观。讲话讲到一半，教育部长吴茂坤被国民党立委这一叫，眼神吓了一大跳。教育委员会议前联访，第一题都还没说完，就被蓝营立委团团包围。吴茂坤笑得很无奈。我们是针对台大的遴选，整个遴选过程有质疑，我们有问题，所以我为什么跟八台？我根本对管没关系啊。强调自己不是针对管中闵，但自己在美国设公司申请专利，东华大选却大喊没找到资料，申请完全没有不合法的地方。你要不要等？你要不要过两天看到所有的资料出来再说？好吗？受访到吴茂坤的脸都被字卡遮到看不见，里头的吴茂坤表情好丰富，不管叹气微笑，让国民党气得干脆不让他发言。部长第一条懂不懂嘛？你问部长懂不懂嘛？部长来回应嘛？到底要不要？这个重要太多了，好不好？奇怪了，什么大学就比幼教重要吗？黄教授委员的意见是这样吗？国民党还要在管案里头来打转，来政治操弄，要讨论高教。我们教委会会排案。民进党批评蓝营立委只在乎大学，不在乎幼教法。部长想发言却被杯葛，陈学圣、黄昭顺团团围住，却似乎和同党立委柯志恩起内讧。我是很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好好请教他很多有关于幼儿照护法的一个专业的问题，透过他的无法的回应来凸显他是一个不够专业的一个部长。但是呢，我们的陈学委委员是站在一个更高位的地方，他认为他完全是不适格，所以连开口讲话的机会也没有。国民党立委否认内讧，炮口一致对向吴茂坤，只是一天不让吴茂坤发言，恐怕事情难以水落石出。三立新闻吴金群今天小组台报道。